讲师，请问像道亲哈、哦、行功的一些钱嘛哈，他、都有给他记起来，他、已经经过了很多人，那个步子哈，要最后要那个步子要怎么办呢？好，道亲行功的钱啊，谢谢。好，请坐。就是哈、这个佛家一文钱啊，大事须弥山，佛家的钱啊，用在佛事啊。只要你做的是佛的事情，那你用佛家的钱、就名正言顺可以把它用，那用到我们身、私人的身上就不可以、那个以后会披毛戴脚环，就是当畜生道，这样了解了吗？用什么怎么办？所登记的簿子啊、你是钱重要呢，还是簿子重要？簿子很多吗？你有没有打火机呀、或者是说，像我们的登记那一本簿子，已经从已经很多年了啦，登记起来，那个簿子已经一本，只有一本啦、那个像已经很多年了，那本簿子最后要怎么处理是吗？对，最后那本簿子要怎么要给它烧掉还是？对对对，你用打火机把它烧掉。这样子会不会？只要钱用的正确、就好了。用在佛家，那个簿子啊，那个不重要，把它烧掉就好了。你这个负担倒是背得蛮久蛮重，那个啦，那都不买，只要用的就是用在佛家，簿子啊都不重要，这样知道吗？都不知道啊。